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跟进这个哈达，很久没有跟进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筹码主力线。它今天收盘价是 1.85， 而 1.85 呢又刚刚好是它的止线呀，筹码止线，灰线是 1.75， 而蓝色线是 1.740，也就是说它现在呢才是处于这些筹码主力线的上面呀，它才是处于这个盘整区的上面。你看到这边我画了一条线，这条白线，这条白线就是它的支撑线，它才是处于这个支撑线上面，没有跌破，已经连续几天了没有跌破，这条线已经是站稳了，这个是好事来的啊，是一件好事。通常呢我们有两个买点，一个就是说它回来的时候弹上去啊，这个是一个买点呀。如果要更安全的话就等咯，等它突破这个前高，这个high，这high多少钱呢？ 1.95， 也就是说它突破2块钱的时候，这个是新的买入讯号，突破2块钱的时候，也就是出现一个青色蜡烛在这边啊，现在是 1.85 啊， 1.95 相差1毛钱罢了，这个呢就会变成一个新的 high， 我们叫做头头高，或者是叫做 higher high 啊，这个肯定也是另外一个买入讯号呀。所以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回调买上涨顶上去的时候弹上去 1.85， 弹上去的时候买入，另外一个就是突破这个1.95的时候，形成这个还要嗨的时候再买入呀。这是看你个人的选择跟自己资金跟这个风险的管理。只要它能够突破2块钱的话，我可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下一个，它下一个主力线是哪里？就这个了咯，这个大概是在2.5到3块钱左右，所以2块钱如果它有能力突破，目标价就是2.5以上。OK，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，我一直都没有改变我的讲法啊。之前他在很久很久这边的时候，我就讲了要等啊，等等等等等，现在终于等到他弹上去了啊，等了整大半年他弹上去了，机会要不要把握的，就是看你自己了呀。OK，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就帮我去 share， 帮我去 like， 加入我的频道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错，你要 sponsor 我的话呢，就去 join 我的这个 member， 按 join button 就好了。谢谢大家。